放炮了啊！姐姐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我们现在是在山东龙口啊，这边有一个大集。今天腊八节了嘛，有好多卖炮的了啊。北京不是不让放炮吗？我们每年冬天都来这个地儿放炮。您看看，卖炮的各式各样的，特别的多啊！啊，看各种各样的炮啊，特别多，小朋友们玩的。今年北京不是不让放炮吗？还是买一挂鞭。8块钱一挂，嗯，墨这一盒有100个，这样的也是10块，对，这个挺好的。小狗推墨是20啊，对，20一盒，嗯，就是这个20一盒，嗯，这样的多少钱呀，啊？这什么呀？这10块？对，这就是那个什么叫花炮，这样的10块，红黄蓝好几种颜色。这样的多少钱呀？20，二十花的，啊，花小花百里花，这样的多少钱呀？10块钱一个，哦，10块钱这十，一百，哦哦，它这效果就和加特林像性质差不多，哦，我加特林突一块放呢，哦，那，啊，这全都是小孩玩的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是15一个，15一个，嗯。这个放时间长，这一个能吃30分钟。哦，一个能吃30分钟。这个黄金盆地，过去那个黄金盆地，哦，对，一个是30分钟，时间老长了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那个转，玩转挺好的，这个转时间长。哦，嗯，这个多少钱呀？25。哦，这样转的，嗯，挺好玩的感觉。行，好，谢谢。价格还挺便宜的，我觉得是挺便宜的啊。因为北京不让放，但是我看那个。说是今年好多其他的地方禁放，也可以放炮了啊，解禁了，就是说像山东啊好多地方都可以放炮了，大家今年可以过一个喜庆年了。我觉得每年过年要是不放炮的话，一点热闹劲儿都没有了，这是让放了就会热闹许多。这都是大的礼花炮。这多少钱？这个16。这个。这个50，一共才2。28响的。还有24响的。这个。嗯。这个是60。啊。哦。180。180。你傻，你看。这多少响的？哦。68。能打多少？站着68，这儿148。嗯。嗯。还有88的。88的是哪种？哎，站着是88的，都不贵哈。这是10节，这是16，这样的16，买一个呀。这是花是吗？这个是带地人带这个雷。哦，雷呀。这是花。哦。这朝上放的。啊，对对，他们家这么放。哎，你那个花开富贵呢？花开富贵25。25。这个，就这个。哦，这是100的。嗯。给我们家儿子买了点小炮和礼花，够他们玩几天了。买了70块钱的，还真的是挺便宜的。以前北京让放炮的时候，估计这点炮呀就得几百块钱的了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贵吗？你们所在的城市今年让放炮吗？